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卢泰。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5号星期一，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今早发布大雾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松原北部、长春大部有雾，提醒您出行要注意安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继续回升，长春晴，最高温4度，最低温-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来关注新冠疫情防控。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学校要严把校园疫情防控关，防止疫情在学校扩散。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校园疫情防控要做到3严：第一，要严把入校关，所有师生进校都要检测体温；第二，是校内所有场所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防止在校内出现感染；第三，是一旦学校涉疫，就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应急预案，要做到应隔离的尽快隔离，也要防止校园疫情向社会其他方面关联。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快递传播新冠肺炎需要同时满足快递被污染、快递到达时病毒仍存活、接收快递时手部等被污染，因此建议：一、中高风险地区暂不收发快递，快递员做好健康监测；二、快递转运过程中要做好保护，同时进行消毒；第三、收快递时做好防护，快递包裹尽量不带到家中；四、处理完快递后做好手部卫生工作。昨天，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对庄河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庄河大学城疫情情况、还有群众生活物资的保障情况进行了通报。疫情发生后，庄河市于4日凌晨3时启动应急响应，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提及指挥，启动封控措施，对其他区域实施管控措施。11月5日，对庄河市全域实施封控，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对外交通全线封闭，实行里不出外不进封控策略，居民区封闭管理，市民居家不外出。截至14日8时，累计转运集中隔离8911人。发布会上，孙功利对庄河大学城疫情情况进行通报。11月4号，庄河大学城与主城区同步启动封控措施，学生在宿舍内封闭管理。11月7号出现阳性病例后，对大学城东西两个校区同步实施全面封控。庄河市抽调力量，组建应急工作专班进入两个校区，并安排医护人员对所有在校人员和工作人员每日开展1次核酸筛查，同时每日组织专业力量对校园公共区域、宿舍内公共区域开展专业消杀2次以上。本轮疫情，辽宁大连首例确诊病例发现于庄河市。13号，记者实地探访了处于封闭管控当中的庄河大学城。我们现在来到了庄河大学城的西校区，那这里呢也是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出现病例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有3辆呢运输物资的保障车，准备进入到校园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在对车辆进行一个消杀，同时呢也是做了一些人员登记核验的工作。做完消杀之后呢，他们缓缓地驶进了校园里面。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学校里面的清运垃圾的车辆，现在呢也是准备进到校园里面。他们会频繁地往返于校内外进行一个垃圾的转运，这些都是学生和教职员工在这里面隔离中产生的垃圾。那每天要跑多少趟啊？每天30多趟吧，30-40趟吧。嗯。那咱们一共多少辆这样的转运垃圾车？
今天是七辆。那这些垃圾的话，你到运到什么地方呢？运到一个固定的场所，集中在同一个地方。那学生现在是，他寝室是被封闭了吗？封闭的，我们看不到学生。看不到学生。我们是怎么个也不接触学生。那我们之前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在这个庄河大学城的西校区里面呢，大概有将近10000名的左右的这样的学生。那么之前我们了解到的数据，已经有1500多名学生转运出去，那还有700多名的教职工和工作人员呢转运出去，他们是转运到了大连市区的集中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下面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消息。13号晚上，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菜单在北京冬奥村正式发布。菜单都包含了哪些美食？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11月13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菜单正式亮相。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菜单，而这些菜单呢，里面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特色菜品。而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呢，正值中国的春节，像特别有年味的饺子也在菜单中，还有川菜的宫保鸡丁、鲁菜的四喜丸子等等等等，让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充分的体验感受到我们中国的美食文化。冬奥村为运动员设置了世界餐台、亚洲餐台、中餐、清真等12种餐台，菜单内共有678道菜品，每天约呈现200道菜供各国运动员选用。这些菜单的制定是由运动、营养、餐饮多个专家团队研讨制定，并经国际奥委会审核同意。运动员餐厅呢，将提供24小时的餐饮服务，但是每餐呢都有清真餐，都有这个素餐，同时呢还有犹太节食的服务，这样的话呢，以满足不同口味、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饮食习惯，这样呢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客，同时呢也为各国运动员提供周到的服务。赛事期间，冬奥村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同时，突出智能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进门处设有热力图显示屏，运动员可以看到实时用餐人数，选择错峰用餐。确实既美味又营养。那伴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在吉林省吉林市，大众冰雪体育运动氛围也非常浓厚。而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已经成为了吉林冰雪运动的主力军。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训练馆，一群少年正在冰上飞驰，矫健的身影如同一道道闪电在冰上划过。教练、奥运冠军李坚柔在现场指导：传到边前，压住他。那么队员呢？从零基础跟我练到现在4-5年的时间，那他们所拿到的成绩，是我之前13年训练了13年才获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最初教他们的一个初心呢，就是说，因为对于冰上的热爱，而且更希望呢能够带动更多的吉林市的青少年，然后参与到冰雪项目当中，然后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实现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15岁的李天月练习滑冰刚刚2年，目前已经达到了国家1级运动员标准。梦想就是将来有一天可以参加奥运会。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滑冰馆内，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小魁星冰球队的队员正打得火热。1年级学生孙俊威穿着10多斤重的护具，正在练习防守。冰球能让我更坚强、更勇敢，我以后想当一个优秀的守门员。冰雪之城吉林打造了亚洲首座4G标准化专业越野滑雪场，越来越多的国内专业滑雪队来吉林驻训。对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的市体育馆和市冰上训练馆，每天都排得满满的，冰雪运动氛围浓厚。我们这个现在所在的这个训练馆呢，是全年365天的交冰不间断，一是训练，二是呢保障咱们中小学生的上雪课，啊，同时呢我们在冬季的时候，在室外进行交冰，连续3年，每年的冬天呢都交到100块以上的公益冰场。
昨天晚上，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第13轮的一场比赛中，吉林九台农商银行队88-86险胜新疆队，暂列联赛第12位，送给对手4连败。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最近呢，一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就业景气现状报告发布，明确指出未来5年养老市场对于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需求将会超过30万人，而目前呢，从业者还不足10万人。那这个新兴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个90后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您好，我今天给老人做能力评估的。啊。您好，我想跟您，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是10点到您的。90后女孩贺婉婷在北京一家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上班已经有4年的时间，她的主要工作是为不便出门的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身体、心理等方面的评估服务，进而帮助老年人申领相应的护理补贴。我是昨天跟您联系的评估员，我叫贺婉婷。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先看老人，跟老人沟通，先看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还有精神状态，然后生活自理能力，看他是不是属于这个失能老人的范围。可以自己吃饭吗？能坐，至少不能走。评估师工作时会随身带着一份老年人失能等级评定表，这份10页的评定表按日常活动、精神状态、感知沟通、老年综合征等大类细分出40多项指标，通过综合打分评估出失能等级。定期给老年人评估打分，既能帮广大的老年人提升健康水平，也能助国家医养政策精准发力。贺婉婷说，目前他已经为100多位老年人提供过评估服务，公司的业务也越来越繁忙。2020年12月29号，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式颁布。目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评价教材也已经编写完成，相关的课程即将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搭建的新职业线上学习平台上线。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师确实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帮助，而且也非常重要。那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作为新职业进入国家职业大典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而目前呢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1.9亿，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评估服务，是需要有大量的人才供给。养老服务业需求快速增长，被视作朝阳产业，市场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可是许多年轻人并不认同，甚至有些人入行后产生离开的念头。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来？主要是一个是工资太低，第二个呢就是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第三呢就觉得呢又嫌脏又嫌累，跟老年人难以沟通。养老行业及相关专业都比较新，社会对职业和行业也认可度不高，行业发展水准也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养老护理员的流失。其实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并不是国家部委首次发布与养老行业有关的新职业。2020年3月，人社部发布的16个新职业之中，健康照护师、呼吸治疗师等也均与养老照护相关。而这也意味着养老行业不仅仅需要单纯的护理，随着行业的崛起，其工种也将越来越细分，技能也将越来越多元，人员也将会越来越专业。这个职业呢更容易带来就社会对他的一个认知度一种美誉度，包括他带来的这个职业价值都是相对显而易见。再来看一组新闻现场，最近山东东营的客车司机任尚平呢，在开车途经一座桥上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这危急时刻他凭借着自己仅存的清醒意识把车子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上，保证了车上16名乘客的安全。10月29号下午，客车司机任尚平像往常一样从东营港出发，行驶途中突感不适，他强撑了3分钟，用最后的意识将客车稳稳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守护了车上16名乘客的安全。客车停稳后，意识已经不大清醒的任尚平还几次挣扎着想要检查车辆运行情况。那
肯定很危险，因为在高速上，但是司机呢当时还能坚持把这个方向盘和车稳定住。晚上八点，任尚平被送进医院急诊科。我赶到那个医院的时候，正好就是在那个急诊室里，叶子已经是就发来了，睁睁着眼睛，然后医生诊断任师傅为脑干出血，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尚未脱离危险。任师傅在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仍能坚持把车停稳，相信这一定是责任心和意志力在驱使着他的身体。让我们再次感谢这位负责任的好司机。而同样需要感谢的还有下面的这位司机师傅。近日呢，江苏淮安的公交司机石永军在驾车途中看到有其他的汽车着火了，他立即下车灭火并砸车救人，而整个过程只用了2分多钟。监控画面显示，11月10号晚上，石永军像往常一样开着公交车行驶到淮安233国道广州路附近时，石永军发现前方一辆私家车着火了，他赶紧安全停车，然后拎着灭火器冲了过去。发动机盖已经打开，已经被炸开，啊，发动机都在冒着火苗，火苗很大，当时就把这个火用灭火器给它灭了。这时他听到驾驶室里传来了拍打窗户的声音，原来有人被困在里面。也不用考虑了，然后灭火器拿起来，三下玻璃炸掉，把人拉出来了。经过2分钟左右的救援，私家车明火被扑灭，车上人员安全脱险。这个是义不容辞的，看到这种危难时刻肯定要挺身而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非常好。继续来看救援现场。近日呢，在辽宁朝阳的一名8岁的男孩在路边和小伙伴玩的时候，地面突然塌陷了，男孩瞬间就掉入到深坑，这情况非常危急。接到报警之后，消防队员立即赶往现场救援。那个在德惠区体育馆对面，他这个地面那个地陷下去了，孩子掉进去了，快点来过给他拽上来。画面中可以看到，男童在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突然掉入地面塌陷的深坑。朝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北漂大队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了事发现场。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深坑深度大约在2米左右，坑内呈坡状，男孩正在坑的最深处，吓得不敢动弹。为了防止地面二次塌陷，消防员迅速疏散了周围群众，然后一名消防员将自己的救援头盔递给了男孩。戴上，在保护好男孩的头部后，消防员开始清理洞口周边几块松动的地砖，随后一名消防员跳入深坑将男孩救出，所幸男孩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地面发生塌陷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近日在四川成都，一名司机的驾车就医途中啊，突然病情加剧，无法继续驾驶。好在四川高速民警及时将司机送往医院就医。11月6日下午3点左右，四川高速公安2分局10大队8中北警组执勤人员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一辆小车的门突然打开。怎么了？我脚是疼。啊？等等，我那个陈先生，打电话给了120，赶过来。直接送医院可以不？可以。关后头门。我是给你。先走医院再说，先把门弄。不敢给，下个我是先给院里打。就是。你没跟我们说的吧？没有，我给院里打电话的，我说我看不住了。医院要去，是的，那可以，人民要请愿。哪国的？我是南京。你不是开车过的？啊，我看情况不对了，我去开车，我到高速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给要打电话。我没找个人陪，从你一个人开。我妈妈不会开车。执勤民警随即将驾驶员搀扶上警车，与同事一起将驾驶员紧急送至医院进行救治。后经了解得知，驾驶员彭某自觉身体不适，便自行驾车从南江前往巴中，不料途中腹痛加剧，在巴中北站便向执勤人员寻求帮助。目前驾驶员彭某病情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眼下呢已经进入冬季了，冷空气南下就容易形成雨雪天气，造成道路湿滑，而驾驶人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和前车保持好距离，防止车辆打滑，否则呢极易造成交通事故。近日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画面中这辆小车原本在超车道上，从前挡玻璃能明显看到当时雨势较大，路面湿滑，小车车速也不慢。行至事发路段时，这辆小车突然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后又朝右偏移，撞上护坡，最终卡在了右侧护坡水沟才停下。交警赶到现场时，只见车内安全气囊完全弹出，车子受损严重，所幸车上五人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你怎么开到这里来的呢？撞哪里啊？撞中央隔离带。离这里多远？在五六十米这样子吧。撞了怎么撞到中央隔离带去的呢？是甩尾的，打滑了好像。原来事发当时，于某驾车行至事发路段时，因路面湿滑，车速过快，车辆失控酿成事故，交警认定由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再来看前些天发生在全南高速的这起单方事故，一辆黑色小轿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发生打滑，导致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停在慢车道上。幸好事发时该路段车流量不大，车辆旋转过程中未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啊，路面有水，啊，当时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在下雨。下雨。车子行驶速度大概是多少？大概在100左右。打滑之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刹车，然后刹完车之后呢？就打转了。你这个事故的原因，主要还是这个车速过快，啊，雨天车速过快。哎，这个像这种天气，你像如果说下大雨的情况下，路面有这个路面湿滑嘛，这个摩擦的系数就会减小，啊，导致这个车子会打滑，啊，就是水滑现象。交警提醒，雨天行车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驾驶人一定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好距离。如果车辆出现打滑，切记不能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这些画面看起来确实非常惊险。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路面湿滑的情况呢，另外司机在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观察路面的情况，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分心很容易发生事故。前些天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网友举报，有一名男子在沈海高速温瑞段一边开车一边拿着手机自拍，还将视频发到了视频网站炫耀，存在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分心驾驶顾名思义就是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可能会造成驾驶人对车辆掌控能力变低，影响正常操控以及判断。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驾驶人可能无法及时做出判断，无法采取及时的一个措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这一情况，高速交警立即调看路面公共视频，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便锁定了这辆红色跑车，并联系驾驶人卢某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以前我看见经常说这边的呀，这样子他可以罚款，不懂嘛，有点是吧？我抓到的，别人帮你拍没问题，开车就不应该分心，更不应该像你这种，对，拿着这样摆摆那样摆，根本就不看前面。我们高速公路这种罪是不是不少啊？原来驾驶人卢某在温州地区承接了豪车租赁的业务，为了蹭网红流量，便将自己边开车边拍的视频发到了网上。高速交警依法对其驾驶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处以罚款200元，记2分的处罚。分心驾驶极易发生危险。近日，沪昆高速江西宜春段发生了一起两车碰撞事故，车辆受损都比较严重，货车直接侧翻在高速公路上，车上的橙子洒落在地上。在随后的询问中，小车驾驶人李某告诉交警，自己驾车行驶至事故发生路段时，因为低头从中控台上拿了一个橘子吃，等抬头再看向前方时，发现离前方货车距离太近，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好像是吃了一个橘子吧，在吃东西。就是那个橘子放在那里，我就一直都这样拿着吃了一下那个橘子。
所幸该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交警认定小车驾驶人李某驾驶车辆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方向盘在手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要开小差或做一些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如果确实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的，应先将车停到安全的地方再进行，绝不能边开车边处理，给交通安全埋下隐患。我们再来看两只误入农家的狐狸宝宝。近日辽宁多地呢普降暴雪，在辽宁朝阳市受到暴雪的影响，有两只狐狸宝宝进入到了农户家中，村民、消防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展开了接力救援。发现两只狐狸宝宝后，村民给两个小家伙投喂了一些食物，并报警求助。为了救助两只狐狸宝宝，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消防人员合力将两只狐狸宝宝捉住，随后送往朝阳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经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是两只幼年狐狸。由于当地不存在野生狐狸种群，这两只幼狐应该是人工饲养后被放归野外的。遇到大雪封山，气候寒冷，由于野外生存能力不足，两只狐狸宝宝进入农户家中寻找吃食。目前两只狐狸宝宝被暂时安置在朝阳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板块，11月14号是联合国糖尿病日。据统计呢，我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2.8%，患病人数约1.3亿。糖尿病呢，主要分为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我国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是二型糖尿病，而不够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导致此类糖尿病的主要原因。44岁的程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告诉记者，自己近一年内总是会餐前非常有饥饿感，然后还会乏力出虚汗。智能手机上网查一下，就是怀疑是这个糖尿病什么的，然后就来咱们医院做一下血糖的检测。可能医生说吧，这是自己有一些缺乏运动啊，饮食方面这个结构不好造成的这个有点糖尿病的前兆。糖尿病是一种以血糖升高及多种代谢紊乱为特征的疾病。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糖尿病高危人群特点有超重与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家族史等。近些年临床发现，患者的年龄正趋于年轻化。超重和肥胖，那肯定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高危人群，中老年人会得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临床中看到呢，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年轻人或者说甚至是儿童青少年，他也有二型糖尿病。我看到的病人有15岁都不到的孩子。一些中青年的病人，他们都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经常加班加点，没有时间锻炼，然后也没时间自己做饭，经常吃外卖，所以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导致他血糖出现问题。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来听医务人员的说法。糖尿病与一些疾病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年龄大于等于40岁、高血压、血脂异常、超重与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等，都是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有明确遗传史的这种糖尿病的家族里边，他后代患糖尿病这种风险会增加2到3倍。除此之外呢，在现实当中表现为什么呢？第一，他患病年龄很轻，就是患病更早。另外呢，他的病情更加严重，进展更快。你像以往我们可能到了50岁、60岁之后，糖尿病才慢慢达到高峰，而有明确遗传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在30岁、40岁就开始患糖尿病。如果空腹血糖大于6.1毫摩尔每升，或者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7.8毫摩尔每升，但是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这种情况被称为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一项统计显示，在我国糖尿病前期的发病率大约是15.5%，如果不给予良好的控制，每年大约会有5%至10%的糖尿病前期个体发展为糖尿病。像那些到餐前没到点呢，你就心慌出汗了，你就很饿，到下一餐前很容易低血糖，这一说人群反而可能是在糖尿病早期了，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餐前的低血糖有可能提示。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体重，就你有点管不住了，就迅速的这种增加的时候，可能都会要警惕。那么糖尿病的危害有多大？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它能治愈吗？在治疗的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来听专家的解答。专家介绍，糖尿病可能引发许多疾病，比如视网膜病变、牙周炎、身体水肿、足部肌肉萎缩，严重的会发生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甚至猝死。专家提醒，健康饮食、适量运动、良好作息可以有效降低糖尿病的患病风险。虽然糖尿病不可治愈，但可防可控。改善生活方式，那么运动、锻炼、控制饮食，根据他的病情给他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血糖的治疗，他甚至一段时间内都可以控制血糖正常，也能延缓他未来出现心梗、脑梗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但是，糖尿病不能治愈。王广告诉记者，二甲双胍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本用药，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以后，价格从原来的1块多钱一片降到了现在的3分钱一片。此外，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新药钠葡萄糖转蛋白抑制剂，对糖尿病患者心脏和肾脏保护作用都很明显，用药的费用也从每月500元降到了120元左右。那么医保这支付80%，病人实际上的负担比例就非常小。我知道国家在胰岛素所有的品种进行一个大量采购啊，这样的话预期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就需要长期的这个药物来使血糖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如果你停药了，那血糖肯定就会再次使得升高。出行方面，前两天的降雪降温和大风天气之后，市政环卫部门第一时间清除了路面的积雪，来保障市民出行。大家出行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尤其是一些背阴的地方，早晚气温低，路面结冰啊较为湿滑。最近呢，就有市民摔倒受伤进了医院。我们也提醒大家，冰雪路面行走千万要小心。长春的杨大爷今年71岁了，最近外出的时候路过结冰路面，不小心摔倒了。这一摔就把自己摔进了医院，连冰朝天摔的，胳膊肿了，完了他说非要来看了，我说来看。是做手术了吗？拍天刚手术完了，就这个胳膊这个那个小骨头穿个大缝，差不多只有2周就拆线。所以这天您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对。医生告诉记者，近日由于天气导致路面湿滑，外伤患者增多。因此，医生提示外出尽量穿防滑鞋，注意避开浮冰和积水，重心降低，步伐尽量平稳。如若不慎摔倒，也尽量不要用手肘支撑。这个时候呢，尤其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因为骨质比较疏松，尽量不要用手去撑地，尽量增加这个受力的面积，把这个压力也分散一下子，避免着骨折的发生。据医生介绍，一般滑倒摔伤导致的骨折多集中在腕部、髋部、踝关节和腰椎，一旦摔倒不可急于起身。发现呢，这个产生剧烈的疼痛，肢体呢出现了畸形改变，或者是活动受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呢不要强求的去活动，一定要注意寻求帮助，打120啦，或者让周围的路人呢要帮助，不要自己去进行自己的一些治疗，这样是避免的二次损伤发生。
国际方面来关注已经持续数月的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难民危机。由于天气寒冷，那里的难民没有足够的食物、水和医疗保障，处境艰难。13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令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的难民聚集点搭建帐篷，并为难民发放救援物资。今年8月以来，未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波兰和立陶宛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据报道，由于边境地区没有足够的食品、水和医疗保障，再加上需要躲避波兰和立陶宛方面的抓捕，难民处境艰难，已有多人死亡。白俄罗斯方面13号表示，目前滞留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白俄罗斯一侧的难民大约有2000人，白方正在尽一切努力为难民提供援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3号下令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的难民聚集点搭建帐篷，并为难民发救援物资。卢卡申科强调，要首先救助儿童，并要求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白通社报道，包括面包、牛奶、水、卫生用品和保暖衣物在内的1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12号运抵边境难民聚集地。白俄罗斯红十字会、白社会企业组织等参与了救援。欧盟将难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并于近日威胁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而白俄罗斯方面指责是西方制裁导致其无力控制难民潮，但强调白俄罗斯方面愿意就所有问题进行对话。近日，澳大利亚一家四口出门旅游，遭遇强降雨天气，不幸被困沙漠。由于暂时无法施救，救援人员向这家人空投了物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澳大利亚一家四口近日驾驶露营车在中部辛普森沙漠一带旅行，由于持续降雨，露营车深陷泥沼，无法继续行驶。救援人员12号向这家人空投了一部卫星电话，并与他们取得联系。经确认，车上共有2名成人和2名儿童，都没有受伤且物资充足。目前救援人员仍无法进行救援，还不清楚这家人何时才能获救。连日来，澳大利亚多地持续降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到50至150毫米，创下近年来新高。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将迎来更多降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动物园给园内生活的北极熊修建了新家。近日，两头北极熊姐妹乔迁新居。近日，5岁的北极熊阿米莉亚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诺拉同时入住动物园的新家。一见面，两姐妹就扭抱在一起，又咬又打。不用担心，这只是他们嬉戏的方式。北极熊姐妹入住的新家名叫极地走廊，这里模拟天然地貌修建，拥有更宽敞的咸水游泳池和更舒适的休息空间。之后，游客将能在极地走廊近距离观察北极熊的一举一动。受气候变化影响，北极浮冰消融加速，北极熊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目前，北极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看过了北极熊，再带您到南半球看看企鹅。一只南极企鹅流浪了3000公里，终于在新西兰上岸了。日前，在新西兰的班克斯半岛海边，当地人发现了这只阿德利企鹅。当时它看起来有点像是迷路了，当地动物保护人员给它做了体检，发现长途跋涉似乎让小家伙没少受苦，它的体重不足，轻微脱水。在接受短暂救治后，他被放归野外。据了解，阿德利企鹅出现在离家数千公里外的新西兰十分罕见，这仅仅是第3个相关记录。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迎来大雪，半天的降雪量就达到了月降水量的10%，道路很快被白雪覆盖。不过，由于当天气温维持在0摄氏度以上，降雪并未持续太久。俄气象专家预测，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新一轮冷锋已经在路上。俄罗斯火山近日接连喷发，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卡雷姆火山正处于活跃的喷发期，喷出的火山灰气柱高达5000米，带有颗粒的云层蔓延了56公里，已对低空飞行的飞机构成威胁。
千岛群岛北部的帕拉穆希尔岛火山喷发时，则营造出了一幅奇异的景象。晨曦照耀下，整座火山被染成了紫红色，空中的火山灰仿佛是红色的云朵，网友惊叹宛如火星景象。澳大利亚多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风雨天气。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澳东部和中部多个地区24小时内共记录到137万次闪电。当地气象部门认为，如此频繁的闪电与近期席卷澳大利亚的雷暴天气有关。新南威尔士州等地已发布山洪和暴雨预警。当地时间12号，美国新泽西州警方称，一架小型飞机前一天在该州苏塞克斯县的一片森林坠毁，机上两人全部遇难，死者之一是49岁的企业家格伦德·弗里斯，他上月刚刚乘坐蓝色起源公司的火箭完成太空游。当地时间12号，美国洛杉矶地区迎来一场光影展，大约100万个 LED 灯将洛杉矶县植物园中的长廊、圣诞树和鲜花装点起来，游客仿佛置身在光影花园。这些造型各异的展品都出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之手，布展时间长达一个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16号。再来关注今天的省内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来看今日提示。近日，长春市社保局发布工伤保险缴费通知，暂定每月20号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进行核定，请参保单位自行确认缴费金额无误后，尽快到税务端缴费。缴费后，税务通常于3至5个工作日内发给社保系统到账信息，社保系统显示到账后，方可办理人员变更。近日发现一些工商保险代办人员建立虚假 QQ、微信和钉钉群，宣传工商保险虚假信息，请大家切勿轻信。出行方面，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长春市自由大路已规划为城市主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50米，双向6车道，西起西民广场，东至长吉南线，目前自由大路已按规划形成。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你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小 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